风夕见此一笑，也不再说什么，当身上青光一闪，就要往下放落下去的样子。且慢。风夕的举动却被金蛟王出口打断，不禁为之一怔。我还是觉得不妥，隐隐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我换一种秘术，再仔细搜寻一遍再说，以免真的出现什么问题。一听金蛟王此言，风夕虽然心中不快，但自然不好再说什么，只好无奈地点头称是。大汉一张口，喷出了一颗金灿灿的圆珠，单手将此珠一把抓住，再往自己额头上轻轻一贴，郑重地闭上了双目。随着时间流逝，珠子光芒渐射，而金蛟王脸上也出现了一丝吃力。这颗宝珠竟然是一种罕见的辅助型宝物，可以将一名修士的神识强行放大许多，用处极大。在宝珠的辅助下，金蛟王释放出的神念此刻几乎是比原先强大了一半以上，无论搜寻范围还有神念的强度都远非先前可比。再过了一小会儿，金蛟王神色一变，金光四射，睁开了双目，将额头圆珠一收，口中大喝一声：什么人敢鬼鬼祟祟设计本王，还不赶快滚出来。喝声如同惊雷般的惊人，往四面八方滚滚而去。一旁的风夕听到大汉此言，大吃一惊，惊疑地将神识放了出去，同样搜寻起来。金蛟王已经死死地盯着岛上的某处，面容冰寒之极。没想到阁下手中还有这种宝物，韩某倒是有些失算了。一男子的淡淡声音传来，金蛟王所望的地方灵光一现，一道青红疾驰而出，一口气就飞到了二腰对面数十丈远，现出了一名年轻男子出来，平静地望着二腰。是你姓厉的小子。金蛟王和风夕一看清楚韩立面容，同时失声叫了起来。这是两者的表情截然不同，风夕是又惊又喜，而金蛟王却是一脸警惕之色。怎么，风道友认识此人？金兄，这人就是当年杀害了令孙，抢走我炼制宝物的那名人类修士。没想到如此多年没见，他还敢重新出现在外海，这一次说什么也不能让他逃掉了。诶，他的修为……哼，逃掉？你没看出来此人是主动找我等麻烦？不可能，当年他只不过是一名结丹修士而已，现在怎么会有这般的可怕修为了？他真的进阶到大修士？韩立并没有掩饰自己的修为境界，风夕清楚感应之后不禁有些恍惚。风道有数百年来大半时间都在闭关苦修，看来还未听说碧灵岛发生之事。此人确实是元婴后期大修士不假，现在赌上我们两个人肯定是来者不善，你我要仔细应对了。金蛟王嘴唇微微一动，向着风夕传音过去。风夕舔了舔嘴唇，下意识地点了下头。就在二妖盯向韩立却面露不善之色时，韩立开口：原本韩某只是想等金道友，可是没想到竟然还能再见另一位故人，这还真是意外之喜，看来注定我这一趟不虚此行啊。要找金吗？难道你觉得那块极品灵石太过烫手，想要将它送与老夫不成？极品灵石在下还有大用，就不能让金道友如意了。在下这次找到此处，只是想借道友妖丹一用，不知道有可否自行吐出，以免动手伤了和气。借本王内丹？亏你在本王面前说出这样的话。好，很好，想要的话就自己来拿吧。金蛟王怒极反笑了起来，扬手一阵狂笑，身上金色长袍突然泛起一层油亮的金光，转眼间幻化成了一件金灿灿的战甲。与此同时，老妖头颅放出刺目灵光，
接着面颊浮现出了金灿灿的鳞片，一只钢尾蓦然浮现在身后。这妖王倒也机警，将身形化为了战斗时的半人半蛟形态，手再往虚空处一转，一杆金色长枪在银狐狂闪中就出现了，毫不犹豫用力一投，长枪就在雷鸣声中一闪即逝消失，但下一刻就出现在韩立身前，通体泛着一层电光，狠狠地扎下。这妖王说动手就动手起来，丝毫没有打招呼的样子。韩立也心中一凛，但是早有准备，不加思索地藏在袖中的一只手握紧一握，轻轻地一挥，顿时身前银光一闪，一只数尺大的银莲一下诡异地浮现，那金色长枪正好扎进了莲心处。轰的一声巨响，银莲剧烈晃动了一下，从中放射出七色佛光，猛将那看似凶猛无比的金枪硬生生地挡了下来。只是银莲本身也光芒一脸，也并非轻松的样子。韩立飞快的两手一掐诀，顿时背后一声霹雳声响，一对青白色的羽翅浮现而出，轻轻一扇，人就向后倒射而出十余丈，才重新稳定住身形，嘴角带着讥讽看着二妖。风雷翅。风息一见羽翅，却是不禁又气又怒起来，当即袍袖猛然一抖，两手红光一扇，就同时多出了一对短戈，手一扬，两件短戈就化为两道翅芒，直奔韩立奔来。韩立冷冷地望了一眼此妖，哼了一声，张开口喷出了一青蒙蒙光团出来，里面有一只数寸大小的小鼎，正是虚天宝鼎。韩立心中通宝诀一催，此鼎一声清鸣，鼎盖自行飞开，破空之声传来，那两道翅芒已经到了韩立头顶上空，一个盘旋后就从两侧同时向下交叉一斩，想把韩立一斩而去，但是韩立只是伸出一根手指对准身前的小鼎，轻轻一弹，扑哧一声，一捧青丝激射而出，左右一分就化为漫天青光，将两道翅芒一下卷入了其中。风息大吃了一惊，急忙掐诀想驱使宝物冲出青光包裹，但一下失去了两只短戈的心神联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青光卷入小鼎，不见了踪影。风息见到此幕，手上动作一顿，不禁呆若木鸡起来。这两件短戈可是他昔年击杀一名人类的元婴修士得到的，上面颇有几种不凡的神通，但是如今根本未来得及发动，就被那只不起眼的小鼎收走，而且还是那么轻易，几乎不费吹灰之力的样子。风息心中有些发毛，现在的他才首次将韩立与那名在他手下只能亡命而逃的结丹修士彻底分开。风道友小心了，这小鼎可能是人类传闻中的虚天鼎，你我还是一起动手的好。一击没有成功，金蛟王并没有再贸然出手，而是伸手一招将那金色长枪收了回来，同时口中提醒：虚天鼎，好，就依道友之言，只要能灭杀了此人，此鼎风某也不要，只要拿回在下炼制的风雷翅就可。风息心中咯噔了一下，有几分恍然，又是一分恼怒，但却恶狠狠地说道：好，那就这样说定了。金蛟王一声狂笑，身上金甲光芒大盛，刺目金光仿佛升起了一团金色骄阳，让人无法直视，显然这是此妖将体内法力运转到极致的表现。就在这时，不可思议的一幕突然出现，只见金蛟王一声长笑，肋下幻影一闪，一下多出了两只布满金灵的手臂，这两只手臂往虚空一抓，灵光一闪，一只手多出了一只三尺来长的白蒙蒙长剑，另一只手则抓出了一面金灿灿的小盾，上面布满了铜钱大小的鳞片，仿佛是用金蛟王自身的鳞片炼制而成一般。此妖唯一空着的手掌则五指掐诀，似乎在施展什么秘术。
韩立见此双目一眯，脑中闪过了繁盛真片等几个字眼，再一联想到古魔的存在，脸色一下阴沉了下来。风息则一把将身上的长袍撤掉，赤裸上半身，直接身躯一弓，背部肉包突出两块，从体内一下展示出两只羽翅出来，翅膀丈许大小，清脆鲜艳。几乎与此同时，这只烈风兽的面色一下变成了青灰色，两只手掌也幻化成了一对利爪，五指犀利异常，闪动着让人心惊的寒芒。此妖也现出了半妖形态。看来两位打算以多欺少了，如此也好，那就别怪韩某也找几位帮手了。韩立嘴角抽动了几下，轻轻一笑。金蛟王和风息一怔，尚未明白韩立这话是何意思，就从远处的天边同时响起嗡嗡的怪笑之声，仿佛正有什么东西正从四周高空击射而来。同时下方的荒岛上白光一闪，也一下飞窜出12条白气，里面隐隐有什么东西直奔空中扑来。快动手，在他帮手来之前直接灭了他。金蛟王脸上厉色一闪，口中大喝一声，随即他手上法诀一停，一张口，一道碗口粗的金色光柱喷出，身形再一动，三只手臂兵刃齐出，就带着一溜残影射向了韩立。一旁的风息也不敢怠慢，双翅一展之下，身形就在劲风中变得若有若无，化为一道淡淡的轻影同样扑出。韩立见此情形，眉梢一跳，也不躲闪，单手一抬，一只翠绿木尺浮现而出，滴溜溜在手心处一转，身前银莲光芒大放，将他身形全罩在了其中。同时另一只手一晃，一团三色光芒涌现，化为了三色羽扇。韩立单手持扇，对准击射而至的光柱就是迎头一扇，一根三色光柱从扇面上狂涌而出，和那金色光柱在银莲前撞击到了一起。只听扑的一声后，光柱纵然是金蛟王精纯妖力所化，但是一碰到三色火柱却只是一顿被火焰吞没了进去。后面紧跟扑来的金蛟王见此情形，心中一灵，但是身形丝毫不停，肋下生出一只手臂，猛然一挥，金光闪动，那只角鳞盾就被先祭了出去，一下化为了一层凝厚光幕，将他身形护在了其中。同时另两只手也是连连挥舞，白色剑光，金色枪芒，一下化为了漫天流芒，向着三色火焰狂风骤雨般的攻了过去。也不知这金枪和白色长剑是何种宝物，不但犀利异常，也丝毫不怕三色火焰的炙热高温。金白两色的光网照去后，竟将三色火焰爆裂后的光晕硬生生地挡了下来。韩立有些诧异，不过现在也顾不上此事，因为风息所化的淡青影不知施展了什么遁术，一个盘旋后竟蓦然横跨30-40丈距离，一下绕过前方，从一侧到了其附近，两只羽扇一扇，利爪一抓而下，破空声大响，此妖翅膀上无数青羽爆射而出，仿佛箭矢一般密密麻麻。同时两只利爪挥舞之下，无数道爪芒也是随之浮现，一下就将银莲中的韩立罩在了攻击之下。韩立淡淡地望了一眼风息气势汹汹的攻击，竟仿佛对之视若无盾，反而是一张口，数道金芒一闪射出，沉闷的响声接连传来，无论是青羽还是爪芒击在那银色巨莲上，只见莲影滴溜溜一转，这些攻击就仿佛泥牛入海，好像丝毫效果都没有的样子。风息的脸孔露出了一丝惊容，数口寸许长的金色小剑一闪之下就诡异到了眼前，此妖吓了一跳，背后双翅不加思索一动，身形就模糊了起来。剑气一闪，数口小剑就洞穿而过，随即风息身形溃灭消失，却只是留下了一道虚影而已。下一刻，风息在20余丈外的另一处地方现形而出，脸色微微泛白，似乎刚才的瞬移消耗其不少法力。
韩立眉头一皱，没想到此妖也精通风遁之术，这要灭杀对方，恐怕还真是要多费一番手脚。